今天我们聊聊施耀德即将推出的龙年纪念版。首先从外观来看，底板的设计可以说是比较下功夫的，整体的感觉比较符合我的审美。说说它的结构吧，扣头面材 RU4 立材，内置金色聚方酯纤维，桐木大芯。今天搭配的是正手尼奥蓝省39度，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，红双喜的品控大家都知道，这张39度的重量比较重，实际打起来的硬度不会低于40度。反手搭配的是729闪现国特柱50度。正手